康熙、乾隆、雍正作为历史上备受尊敬的三位清朝皇帝，他们各自的卓越之处深深地影响了今后的中国历史。这些历史大人物背后的故事才是真正吸引人的。那么，谁才是清朝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呢？其实，他们都是伟大的君主，各有其卓越之处。康熙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，他征服和治理西北边疆、平定三藩之乱、改革政治制度等，都值得称赞。 乾隆则是一位富有才华的文化皇帝，他积极倡导诗歌、书法、绘画、小说等文化艺术的发展，并且对民生问题极为关注，实行多项措施改善人民的生活。而雍正则是一位极具魄力的改革者，他强化了中央集权，厉行节俭，打击贪污腐败，推行各种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改革。他在短暂的在位时间内取得了惊人的成就。 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。如果非要比较三位皇帝的厉害程度，则需要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来分析。首先是历史背景，康熙和雍正都是在国库空虚、边疆乱象的情况下上位执政，他们需要应对的是外部威胁和内部政治问题，因此他们的政治措施和政绩更加实际和务实。而乾隆则是在国库充裕、国家安定繁荣的情况下继位。 他的治理方向更加注重文化艺术的发展和民生问题的改善，他的政治手段和思想境界也更加宽广和开阔。因此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政治环境下，三位皇帝都展现了出色的才干和领导能力，他们各自的治理成就也在不同的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其次是生平政绩，康熙执政期间被誉为盛世，他励精图治，平定了三藩，征服了噶尔丹。 统一了中国南北，加强了中央集权。他还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，推行新式教育，对中国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康熙虽然在晚年国库入不敷出，但他的开拓精神和长远眼光，为乾隆后期的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而康熙之后的雍正执政，虽然没有父亲康熙，儿子乾隆在位时间长，但也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，也算得上盛世。 毕竟，康熙弥留之际，大清朝还存在诸多隐患。雍正上位后，加强了中央集权，整顿了财政，打击了腐败，清除了官场上的弊病，深化了政治改革，还积极开展对外战争，开辟了广阔的疆土，为中国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雍正的现实精神和超凡勇气，使他成为了一位英明的皇帝。作为历史上的一位明君。 雍正皇帝在治国理政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，他面对的社会局势非常不稳定，而且朝廷的国库也空虚的很。为了挽救国家，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。而乾隆皇帝，他的执政期间同样被誉为盛世。尽管他捡了一个大便宜，有康熙、雍正两朝的发展，乾隆治理国家容易多了。乾隆在位期间，继续加强中央集权，开展了多项政治改革。 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文化素质，也积极开展外交活动，拓展了中国的疆域，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。另外，乾隆平时也非常注重民生，重视文化教育，是一位具有高度开拓精神和人文关怀的皇帝。当然了，三位皇帝在治理国家的方式各有千秋。康熙算得上是最有能力的一个，他在位六十一年期间，在政治、经济。 文化、外交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，把清朝带入了一个相对稳定、繁荣、强盛的时期。同时，他推行了多项改革，如农业、商业、手工业、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发展，使得中国的国力和文化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此外，康熙还推行了饱读诗书的教育政策，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素质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繁荣。因此， 康熙对于清朝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被后人称为伟大的君主和治治之君。雍正皇帝对大清朝所做的贡献，就是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，解决了康熙帝留下的隐患问题，如火号归公、充盈国库、成立军机处、强化中央集权等，是个妥妥的改革家。没有他的改革和发展，哪有后来的乾隆盛世？虽然乾隆承接的是两个盛世。 但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帝王，可以说与其爷爷、父亲相比，过人之处就太多了。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期间，经历了多次战争和外交斗争，但他却成功的使得中国在国际上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和地位。乾隆皇帝通过固边防、开疆土、巩固国内、扩大对外交流等一系列的政策，强化了中国的边防和国防，同时也扩大了中国的版图和影响力。 他还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，加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互动。因此，乾隆皇帝被称为文治武功的皇帝和东方的太阳。综上所述，康熙、雍正和乾隆这三位清朝皇帝都有各自的优点和贡献，无法简单的通过比较来判断谁的作用更大。他们共同推动了清朝的发展和繁荣，奠定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基石。